哎呀，一会儿老爸要来了，所以晚上我们做一个土豆炖茄子，撑死老爷子。哦，土豆，你见过这种切法不？没见过。这种切法我也是失传很久了，这叫刀奔土豆。这样的土豆更入味儿一些。就来了，进去吧。干净了吗？干净，刚洗过了。算就三粒了。不就三瓣了？没了。没事，一会儿萌萌姐来就带来了。这也真可怜呐。记得这个蒜顶要切掉的，知道吧？哎，这里是不能吃的。以后啊，嫁到婆家的时候啊，做一手好菜啊，得多感谢我，知道吗？说实话，你要是做菜，是不是都是我教的？是的。就看我看做菜做的看的最多了吧？小的时候呢，我隔壁有个奶奶就跟我讲叫于奶，她就跟我说叫什么叫。巧人是拙人奴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会干活的人回来了，回来了哈，就是会干活的人就是是不会干活的人的奴隶。看看，我们萌萌把老师傅给又接来了，老师傅故地重游啊。下车吧。哎呀，咱们饭还没做好呢，他们都到了，反正速度也是挺快呀。锅烧油，速度挺快呀。是不是？先把肉进去，扒拉扒拉。行，上鱼了，上鱼了，快！老师傅，摇去。刚才没看着，一低头下来了。那穿这薄啊，不怕冷啊？带了冲锋衣。啊。你这湖景厨房不错呀。今天上了条鱼。啊。感觉上来了又没上来，到底是上还是没上？我一看的时候啊，这么大只眼睛在上面挂着，鱼呀，鱼没上来啊，怪吓人的，你没上？有没有？有，哎呀，有鱼啊，甩上来，哇，有点小，刚才那条也这么大，往上走，小心刮手。看咱这边炒的菜，那边就上鱼了。炖了吧？那不行，整点蒜，带蒜了吗？没有。为啥呀？忘了？一是忘了，二是装车就走了。酱油，来水，萌萌拿水。有开水吗？开水，我这里有，不用你了。刚刚舀上来这条鱼啊。一会儿就炖了，看这块肉也给它放里，直接这么煮，刀奔土豆也道理。搁点盐啊，搁点十三香，咱们再放点汤哎。你看我那一车又带了半车菜来，那不用买菜了可是。长条啊还是？一会儿我来撕，你别动。这都技术活你能干了的？搞笑呢？拉倒吧，还技术活？哼，传男不传女啊。传男不传女，传女我也不传你啊。我不学。对，这茄子呢，土豆奔，茄子你就得掰吧掰吧，撅吧撅吧，哎，就完活。最新鲜的食材，要用最朴素的烹饪方法。手撕，没有刀。有刀。哎呦我去，拿不动了，换换手。大锅倒小锅。这回我把这小锅了，咱拿到房车里炖去。房车里还有灶，这玩意不影响我这个锅炖。我老爸不来呀，我们就一个菜就行了。老爸来，你不得加个菜？压一压。来，萌萌。来喽。来，拿走，小火炖去。好嘞。炖多久啊？炖会儿就行，收汁儿就行了呗，炖个10分钟就好了，顶多10分钟就熟了。起锅烧油，咦，
你别烫着我哥，你这玩意儿挺恶心的，不太准正啊。那我还不准正？噗呲噗呲的。这豆油味儿是真不错哈。嗯。够了吧？到，煎鱼那太少了。啊，这么多油啊？煎鱼是炸鱼啊？煎鱼，你不得两面都煎吗？你这可是五条鱼啊。好吧。好，放。煎了。不能动，不能动，不能动。放下，放着，放着。哎，好嘞。开火。这五条小鱼不就妥了？好，两面煎好，咱们加点这个葱姜蒜，爆爆锅，香味儿不就出来了？看多漂亮，妥妥的。咱们这也是炖啊，这做个红烧的嘛，红烧的你不得先煎？按道理都该炸，这是酱油醋，妈还好闻了闻，这是醋，差点搞错了。哎，再来点咱们这个琼浆玉酿，这个味道好啊。少来点就行啊，然后再加入生命之源。来点灵魂十三姜。亲朋好友来聚会。扎起围裙下厨房啊，煎炮烹炸这个味道美啊，六朝门栓你离不开我的十三香，再加点糖提提鲜。呀，这盐，我去，这啥鲜食，还好反应快呀，这反应不快呀，这放里就完了。萌萌，你看屋里那菜咋样了？对啊，这回来点醋，醋少来一丢丢就行。切记放多啊！给炖点汤吧。什么？给炖一点汤吧。开盖炖，这味道杠杠的啊！小火收汁儿。哇，差不离儿了。嗯，一点点汤。这就齐活了，少来点味精，上面撒一点点意思就是好了，放点齐活，香菜梗放一点，哎，齐活，看看，妥妥的。咱们这个红烧黄尾五条啊，三大两小，正好一盘啊，哎，排排坐吃果果，连煎啊，然后。煎完再炖，都没变形。上面再撒两个香菜叶，意思意思。齐活，来个特写。咱们这个鱼，我开玩笑，这都是五星级大厨做的，都没这个好吃。你看，外酥里嫩的，来吧。嗯，怎么样？就这味道。哎呦，这咋都整点啊？草莓汁，浓浓的草莓味。可以。来，干杯！来，老师傅，我这是草原的草莓味儿、啊。欢迎我们老师傅啊，荣归故里。哎，他一来就上大鱼，可不是咋的？好喝，真的是草莓味，你要不要来一口？给我倒点，对上，再倒倒倒，给老师傅对点。我不要，好喝，对上。我这是蒙味的，我闷倒驴。你爹也不是驴，他也倒不了。